好，咁真嘅之後咧，咁啊大家搣開，然後咧佢再上翻去嗰個咁嘅個牆啊，咁個牆之後咧，咁樣咁啊，跟住就又係叫嗰啲觀眾去享受呢啲，即係俾個即係有幾個女喺個台度嚇，就叫嗰啲觀眾咧，即係你上台免費嘅啊。俾你哋玩，即係俾男性玩啦。咁又係冇人響應喎，響應啲乜啊？佢就攞個球，又係攞嗰啲咁嘅壽球去掟，掟到邊個就一定要落嚟。結果冇人敢落嚟。結果後嚟咧，佢台上人咧就拖佢哋落去嗰個咁嘅舞台度，跟住做。咁其中一個咧，男人可能由於即係激動個頭啊，爬啲咁嘅場合，一下子係嘛？就暈咗，咁其他嗰兩個咧就即係都係做唔到，唔夠膽嚇，點樣冇辦法啦？俾嗰個女嘅三個女人就夾硬抬咗個觀眾入咗個房嗰度，係嘛？佢唔肯做啊嘛，啲男人唔肯現場去表演啊嘛，咁啊結果即係一定要做嘅，啊係免費嘅，咁啊結果男嘅就捉住其中有三個男啊嘛，咁結果咧就三個男人捉咗一個女人，三個女人捉咗一個男人就執佢，咁出翻嚟嘅時候，其中一個男嘅咧就昏迷不醒，咁結果咧就就整啲人中咯，咁樣啊，整人中啊，咁樣嚇呢個節目咧，咁大概啊就基本上完成咗，咁呢個大概係。從睇第一個節目睇落去，咁都睇咗成兩個鐘頭啊，兩個幾鐘頭，非常之精彩啊！全世界啊，甚至係美國任何國家，只有泰國不埋荷蘭阿特斯特丹係呢兩個地方啊，先有呢啲咁嘅開放程度，其他嘅冇嘅。就算你哪怕你幾開放紅燈區都好，都冇佢哋呢啲咁嘅咁。開放嘅，啊，呢啲係個國家嘅一種文化，所以我哋作為中國人去到即係入鄉隨俗，亦唔能夠話即係話藐視佢哋，因為佢本身一種文化嘅部分係嘛，因為我哋亦係要尊重當地嘅文化啊嘛，咁當地嘅文化佢就係咁樣嘅，即係啲性係一個好隨便嘅嘢嚇，就係一種表現。所以他們是一個特別不同的，所以不要笑話他們泰國是怎樣的，確他們看完之後呢，我們就出回來就拿回我們的手機啊、相機啊，這樣交回給我們，我們就坐回車，喺一晚上啦嘛，咁跟住去食飯。咁去食飯咧，佢哋帶我哋食係泰國嘅特色，咁啊嗰啲蟹啊，個泰國蟹入邊咧好即係咁。如果係喺廣州咧，就係好似喺撈湖啊，即係差唔多到撈湖啊，即係嗰個地方咪有個芭蕉葉嘅，咁嗰度就係泰國餐咧。就係食嗰啲蟹啦，嗰啲貢啊，嗰啲紅色嘅入邊好多啲辣嘅，又有即係好好味咯。佢唔係辣嘅嗰個，佢落咗好多嗰啲咩泰國咩嘢香油啊，仲有嗰啲咁嘅咖喱啊，即係咖喱為主黃色嘅。咁我哋啲團友去嗰度食，又係非常之靚嗰啲味味，哇！真係真係食得～即係非常之滿意啊！食得好開心，真係啊！因為有得睇，有得玩啊，有得睇啊，起碼睇過呢啲咁嘅從來未睇過嗰啲嘢嘛啊！食得又好啊！雖然話嗰間都係中餐館嚟嘅啊，都係中人開嘅啊，但係食得即係依係非常非常開心，但係還係冇拍到視頻。啊！所以而家我只能都系要用口嚟讲啊，嗰度个场景几好几好啊！其实讲极系嘛，
得我自己先知道啊。咁你话啦，几可惜咁啊啊！咁啊，你话睇嗰啲表演啊，绝对系唔俾你拍录像嘅，呢啲梗系嘅，呢啲有乜火力乜，真系影响系唔好嘅。啊，嗰样嘢系唔拍系啱嘅，即系睇节目系嘛，即系你入乡随俗睇完咪算咯，系嘛？应该睇完咗出到嚟乜都唔知系嘛？如果你拍出嚟嗰嘢系真系啊，对国家形象又唔好系嘛？咁但系咧，我哋食嗰餐晚饭系非常开心嘅，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咧就系、是，即系点解会觉得我总系觉得呢个世界上咁美好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世界好精彩，有好多嘢系让你开心噶。啊，定呢、这个世界上定不灰暗嘅，所以系咪一个人系嘛，能够即系保持咗呢种好奇心，保持咗呢种即系对世界嘅任何嘢去即系去玩啊，去见识呢个世界。你话系嘛，五颜六色几好啊，吓咁啊食完之后咧，咁我哋又翻翻。酒店，当然呢个酒店已经唔系曼谷啦，系第二个地方。咁啊，同样系嘛，咁啊，冲个舒舒服凉，又乜乜乜啊，咁样啊，咁啊，第三晚好啦，咁第四晚咧就开始咧就，亦系早上一早咧，亦系去参观一个个咩咩巴奇提啊，啊，我刚讲错呢个地方咧。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咁又是一个红灯区嚟噶，一个红灯区嚟噶。咁样好多啲鬼佬啊，啲美国人啊，去到啊，去租老婆嘅，去租老婆噶，即系话明码实价嘅啊，一个月几多钱啊，一年几多钱嘅、啊，只要你有银子，你就可以去到租个老婆，可以过夫妻生活嘅，女嘅帮你煮饭咧，正好似一模夫妻咁样吓。啊所以好多嗰啲咁嘅西方嗰啲咁嘅人去到嗰度咧，通常都喺度住落嚟一個月享受一下啊，幫埋泰國揾個泰國人做老婆嘅滋味。但係咧，嗰啲就係一個月嘅夫妻，佢哋做係假戲真做嘅，係真正做嘅，收得你錢，因為呢種又係一種文化啊，所以佢唔會話咩嘅，就係、是、你嘅妻子，佢又係亦非常非常咁專業啊，好專業嘅啊。然後咧就我哋行咗前條街啦嚇，咁、啊、亦有好多美食嘅，亦好多嗰啲咁嘅酒吧啊咁樣，即係嗰度其實真係人間春色啊！只要你有銀紙，真係繁華睇盡啊，真係嗰種即係嗰種畫面啊，你真係嚇、啊、春色無限好啦、啊正式是春桃来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最开放的即也是很多特色反正给我印象之中我现在还想到那些这样的女人啊包括他们那些小食档啊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之真的、啊、反正脑袋一都是想得到的好这样呢就是咁其實我哋大概係喺嗰度逗留咗有一個鐘頭咯，即係一來一回啊咁樣嚇，咁樣之後咧就集中之後咧，咁啊跟住又去一隻船嗰度，即係其中有一個船嘅，咁樣去個船嗰度咧就即係出海啊，其實都唔係出海嘅，嗰只一隻好大隻嘢。好似航空母艦咁嘅，我哋睇上去啊，咁入邊咧就食晚飯，啊食晚飯，咁任你食嘅，入邊好多嘢食嘅，啊，亦係非常之豐富嘅，啊，好啦，傾到咁多先。